以军士兵攻进加萨南部大城甘尤尼斯市区，对着已成废墟的民众住家狂扫猛射，坦克也已经抵达战场，就是为了彻底围剿哈马斯据点。以色列还在南加萨撒下漫天传单，仔细一看，上面竟然是引用伊斯兰教经典《可兰经》的经文。加萨民众撕毁传单，控诉以色列尝试吓阻手无寸铁的无辜公民。不过，百姓的悲鸣无法阻止以色列想彻底铲除哈马斯的决心。以色列军方发文表示，已经歼灭五名哈马斯指挥官，而头号斩首目标哈马斯首领辛瓦在加萨地区拥有多个住处。消息指出，目前他正躲在甘尤尼斯城里。以色列这次包围虽然扑空，但他们誓言要一处一处慢慢搜。不过，以色列军方深入甘尤尼斯，要求巴勒斯坦民众向拉法撤离，现在拉法却同样深陷危机。以军炮弹落在拉法，炸得民众措手不及，伤亡惨重。拉法科威特医院人满为患，无辜民众流离失所，从北部的加萨市一路打到最南端的拉法。巴勒斯坦民众一逃再逃，现在已经无处可逃。以色列还想在加萨边境开拓缓冲区，但这将可能在缩小巴勒斯坦领土。以色列盟友美国对此也表达不支持。伊朗外长也发文要求埃及重启拉法关口。联合国秘书长还罕见的正式警告安理会，加萨战争构成全球威胁，期望推动安理会呼吁停火。金星为李静朱嘉玲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